回归自性有什么好处呢？好处太多了。回归自性是找到自己了。自己真心自性变现出来的虚空法界。设法界一真庄严，用现在的话来说呢，你就能掌握设法界一真庄严，都是自己享受受用的境界。这个我们称它做诸佛菩萨。没有能够证得，我们在这个自性变现虚幻的境界里面，我们的生活不自由，我们的生活被境界所转，这就苦不堪言了。自己在境界里做不了主，谁做主呢？业力做主。明心见性之后，就不是业力做主了，自己做主了。